战吧。 如你所愿。 那就快点吧。 我方同意。 我们平心静气谈一谈。你的提案不错。 达成共识。
立马行动。振作起来，回家的感觉真不错。折而不摧，齐心杀敌，各就各位，正在行进。到此为止了。
又是你这厮。到此为止了。每一步都颇具智慧。如一，现在必须要休息。想休兵，那就去死。无礼。
正在行进。吾有要事与谋士商议。心运良谋，绝不畏惧。到此为止了。立刻群敌。起来，这些是我方提案，
任务完成。秋日将近，新生又时。无心明矣，愿闻大人之志，在下定当赴汤蹈火，不辞万难。请听在下一言。切莫动摇，为天下苍生。正在行进，
该好好谈谈了。我方同意。此乃我方提案，那就如此。正在行军，准备宿营。若不许我自理，便一切免谈。如你所愿。
怀大道。来说说你怎么想的吧。实乃得陇望蜀。稍事休息，暂且容我独处一时。如此才能避免无谓的冲突。
方尊重你的决定。前进，此地百姓日增，甚为可喜。回归原状，到此为止了，看我烧不死你。进攻，天意所指，刀矛所向，金银宝货尽皆查抄。释放怒火吧，一统天下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违令者斩。路就在前方，集中精神，准备出击。密林难知，从中寻得良机。勇夺荣耀，百姓定会单食胡浆，夹道欢迎。
很高兴与你见面。欢迎朋友。但愿你我达成一致。万事皆需留心学问。现在必须要休息，我军需要休整，只有蠢货才不懂得休整。一往无前，我已归来，欢呼吧。
此为我方提议。好，吾等同意。斗志重燃，激情更盛。坚盾护体，利剑杀敌，准备作战。保持原样，身形俱疲，不如先行歇息。安营扎寨，秩序井然，则四海可定。坐下谈谈吧。